是他们主厨哦，家族流传下来的 secret recipe。哇的 fire， 哇 ，hurt me 啊 ，hurt me。Good eve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我是地青的 K 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地青的米奇。看我今天的装扮这样 formal，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去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去酒吧。酒吧？你没有讲呢。你看我穿到像妈妈这样哦。你这样穿都像妈妈的啦。废话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 Lava 酒吧有什么好料吃。到时候来一下。这个啊叫 mutton butterwort with bread， 就是传统的印度浓咖喱。刚刚我跑去后面啊，偷偷问那个老板娘啊，老板娘啊，你这道菜哦是怎样煮的，有什么料啊？老板娘一粒字都不跟我讲。因为这是他们主厨哦，家族流传下来的 secret recipe。所以这个 secret recipe 哦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，我帮你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跟他的厨师结婚哦，结婚就懂了了吗？好了啦，快点来 try 啊，来 try。它的羊肉看起来很软哎，试看。哇，它的那咖喱点这个面包，哇，不好意思大家，这一集哦没有什么讲话，因为很好吃。我觉得哦，它有一个新的方法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我点了过后，你把那个肉啊放在面包上面，然后一口咬一下。Best。它的这个羊肉哦，真的是煮到非常的软，然后很入味的那种。Please, la boss, tell me how to cook. 你们一定要来试一下，真的是很好吃。哇，吃到一定要配咖啡。我们这一节的双手拉一下就说到这里啦。其实这一道美食哦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吃的。我个人呢，就是比较喜欢直接这样吃，而没有去沾那个面包的。这样如果是你的话呢？我觉得哦，因为它味道很浓，所以配饭的话应该也是不错。下一集去哪里跟吃什么呢？记得关注我们的 IG， OK， 我们下一集再见，爽爽来一下。